我现在要排队得停，排多长时间能吃上饭？现在最少得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了。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吃上。你看多长队伍了，这会儿。那我饿呀。你们排的时候还近点，但对我们来的还近，现在大概差不多。你看已经在电线杆那边快十字路口了。我们近，你们多开一个小时，要一个。扩大点面积多好。我们有三家店了。在哪里呀、啊？都。定西路、打浦路。哦。好了。这排队排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嗯，不是，是啊，这排路，是啊，排到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多长时间呢？这他说得一个半个小时，就是最少你得一个半小时能吃上饭。那八点半能吃上，现在在这排队，你看看，这咱们在这排队得排多长时间呢？你看看有多少人。看看，这能吃上饭吗？这生意多火啊，连开四家店都不行、啊。生意还是有的做的啊。在宁波路，这个店在宁。